生意试试猪街第二讲，原文：学小光第一要守规矩，受拘束，不以规矩不以成方圆，不受拘束则不能收敛生藏，譬如美玉必须琢磨成器，何况石乎？作为学徒啊，一定要遵守店铺的规矩，接受店铺的约束。如果说没有规矩，就不成方圆，不受约束，不能够有收敛自己的行为，深藏遏制自己的欲望。他讲了一个例子，就像一个美玉石头，你想经过雕琢，那么你才能够成为一个比较好看的一个文王。那么事实上这句话很简单，就是说你作为学徒啊，老板诚心教你规矩，你的师傅教你这个手艺，他可能会有一些冲动，会骂你，或者是说你这个原本学徒的工资就比较低，那么你要遵守店铺的规矩，什么时候上班就上班，要起床了，还没有下班就不能说提早下班。过年过节的时候人比较多，你也不要说我想着多休息，或者是说我偷懒。那么像这些基本的规矩，作为学徒期间都要学习，这也是你以后成为生意人的一个基本法则，就是当学徒的时候不要偷懒，不要坏规矩，不要有自己的一些不检点的行为，要接受老板师傅店里面的约束。第二段他讲，男子志在四方，云望利头小利，以为养家糊口之计，切不可嫖娼费荡，防搭床鞋垫，务必少年老成，见得透，守得坚，如此为人，东君方可重托，父母方得放心，万恶淫为首，百行孝为先。这边他讲，你出门在外去赚钱创业经营商业，不要指望一些蝇头小利获取财富，不可以嫖娼赌博游荡，甚至说贪妄，败坏你自己的一个生意。凡是搭床远行住宿客店，必然是知道说这个价格有没有坑我，这个车费有没有坑我，这个中介有没有坑我，所以说要见解透彻，守身坚定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他们去创业，到达一个陌生的城市租房就压又押金，对吧，骗了被大家骗了押金，一个月5500，一个月550-650，事实上也就400块钱，也就是说租房的被坑，然后买东西也被坑，一些超市的老板卖了这一些被子都很贵可能也就是20-30块的，卖80-90块钱。那么像这些种种的你出门在外遇到的事情，不管是坐车也好，吃饭也好，住宿也好，或者是说找工作去电子厂面试也好，都有中介，都有这一些人所要利益，所以说你必须见解要透彻，不可以嫖娼赌博费荡。那么像这样的你才能够说找得到一个好的一个师傅，找得到一个好的一个老板跟着他干。如果你有以上的这个陋习坏习惯，你说有没有带人，有没有贵人指点我，有没有贵人提携我，基本上是没有的。所以他讲，须知万恶淫为首，百行孝为先，孝敬父母赚钱了打电话给老爹老妈，过节了打电话给老爹老妈，赚钱了把钱寄回家给家里面用，而不是自己大吃大喝月光族，想穷的叮当响，那么这些是错误的。